嗨，大家好，我是君婷老师，欢迎跟着我们一起加入线上学习的行列。今天要介绍的课程是 Can you ride a bike? Can you ride a bike? 你会骑脚踏车吗？关于会不会、能不能这种问题，我们在英语里面会怎么回答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进入线上学习的世界。 Let's go!今天的课程包含了六个重点。首先，第一个 brainstorming， 邀请你动动脑想一想，透过一张海报，你能够发觉里面有哪些重点吗？包含里面可能有一些你认识的单字，或是里面有一些图片。透过这些单字跟图片，你能够猜想得到这是一张什么样的海报吗？第二个 guided discovery， 透过一些问题的提示，要邀请你找到里面有哪些主角。他们正在从事的活动究竟有哪些？第三个 vocabulary， 透过今天的练习呢，会带你认识一些新的单字，这些单字都是跟活动有关的哦。第四个 sentence， 透过句型的练习，能够让你更知道怎么样透过英语的句子表达你现在的想法。第五个 practice， 今天所学习到的新的单字以及新的句型。透过这些句型跟单字的练习，让你能够更自在的用英语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哦。第五个 practice 之后呢，会接着是第六个 homework。最后，希望你回家能够继续英语的练习，好好的把这个单元学习到里面所相关的单字与句型，好好的在家里能够适当的做运用。这样子到学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能够更加深印象。因为你的学习是有延伸到生活的哦。我们看到的这一张图片是一张海报，你能告诉我这张海报它大概是在说些什么事情吗？ So we can see the poster right here. You can see it says it's summer camp things for kids.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Summer camp 是夏令营哦。在夏令营里面呢，有一些不同的主题，都是为了小孩子所设想。来看看，首先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rubber foam, seats, nature。好，所以呢，这个是在夏令营里面会从事的不同活动。你看到的有做一些手工艺呀，还有做一些跟机器人相关的活动等等。接着我们要进到下一个主题咯， Guided Discover。 你先看看这几张图吧，这些小朋友们正在做什么呢？ Can you tell me what do you see from the picture? What do you see from the picture? 你可以把重点锁定在里面有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先给你一点时间思考，待会听你跟我分享哦。给你一些提示吧，像看到这样的图片，你可以试着朝两个问题做好好的思考一下哦。首先第一个 people， who are they？ 他们究竟是谁呀？ How many girls and how many boys？ 究竟有多少是男生，多少是女生？你不妨可以数数看哦。第二个 activity， what are they doing？ What are they doing？ 他们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比方说，这两张图片你仔细看之后呢，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之前出现过的主角，他们正在从事的活动可能是跑步啊、唱歌啊、跳舞等等。所以呢，观察过后，我们可以想出底下这篇文章这里面的句子，你想想看是不是能够符合刚刚所看到的图片呢？好，开始咯。句子是这个样子的。Toby, Phoebe and Tina are visiting a summer camp.Toby, Phoebe, 还有 Tina, 他们三个人到了夏令营。They see many kids doing different activities. 他们看到了好多不同的小朋友在做不同的活动。A girl is singing, a boy is dancing, and another boy is drawing by a lake. 有一位小女生正在唱歌，有一位小男孩正在跳舞，还有另外一位小男孩在湖的旁边，他正在画图。There is a girl reading a book at the cabin, and a kid is swimming in the lake. 有一个小女生，她在小屋旁边，正在念她的书本，读她的书本，还
还有另外一个小孩子在湖里面游泳。Jack and Kevin are riding a bike to them. Jack 跟 Kevin 两个小男生呢，正在骑着脚踏车骑向他们。下次你在看到一整张图片的时候，不妨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找出里面的人物，并且看看有哪些是男生，有哪些是女生，有几个人物呢？并且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哪些？可能是像这一课学到的 They are singing, they are dancing。 下一次我们在进行同样的活动的时候，你就能够更熟练咯，找出人物，数数看有几位，他们分别正在从事的事情有哪些。接下来我们要正式介绍今天所会遇到的单字哦。首先请你搭配着图案，图案呢搭配着它旁边的单字，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课所遇到的新单字。准备好开始咯，请跟着我说 dance dance d and dan dance dance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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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 read eat read read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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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ng swing in wing swing ride a bike ride a bike ride a bike 再来练习一次吧，请跟着我说 dance dance draw drawRead, read, sing, sing, swing, swing, ride a bike. 接下来是复习时间，看着这些单字，回想一下它们各自念成什么样的声音呢？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吧，请说 dance dance read read draw draw swing swing sing sing ride a bike good job念得很好。接下来我们所进入的环节是句型练习。今天看到的句子，第一个 ，Can you? Can you? 你能做什么事情吗？当别人问你的事情的时候呢，他通常会加一个动词进去，比方说 dance 跳舞。你会跳舞吗？你能跳舞吗？他可能会问你。Can you dance? 按照你个人的状况，如果你是会跳舞的小朋友，你可以回答他 Yes, I can. 如果你是不能跳舞的小朋友，不会跳舞的小朋友，这个时候你可以回答 No, I can't. No, I can't. 好，一起跟着我练习吧，请说 Can you dance? Can you dance? Yes, I can.Yes, I can. Can you dance? Can you dance? No, I can't. No, I can't. 练习时间，我用相同的问题问你，请你选一个回答哦。如果你的状况是会跳舞的小朋友，欢迎你用 Yes, I can 来回答我。如果你的状况是不会跳舞的小朋友，请你用 No, I can't 来回答我。准备好了吗？小朋友 ,Can you dance?
Can you dance? 回答得非常好哦。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下一个句子。Can he? Can he? 请看到 he 这个单字，他问的呢是男生的他。所以现在假设我们有一个男生的朋友，男生的同学，我们想要知道他究竟会不会画图，就会用这个句子来问 Can he draw? Can he draw? 如果这位小朋友被我们问到的人他是会画图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用 Yes, he can Yes, he can 来回答。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问到的这位小朋友他是不会画图的，我们会改用 No, he can't No, he can't 来回答。好，准备好，现在请你假设你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是男生，君婷老师要问你他会不会画图哦。如果你所假想的这位男生朋友他会画图的话，麻烦你用 Yes, he can 来回答我。如果问到的这位男生朋友他是不会画图的，就请你用 No, he can't 这个句子来回答。 Yes, he can't No, he can't 准备好，请问 Can he draw? Can he draw? 你说的非常棒哦。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一位对象，她是个女生哦，是你的女生朋友或是你的女生同学。如果我们要问她到底会不会做某件事情呢，比方说游泳好了，我们就会用这个句子来问她 Can she swim? Can she swim? 如果这位女生朋友她是会游泳的，你要用 Yes, she can 来回答。如果被问到的这位女生朋友她是不会游泳的，那就要请你说 No, she can't No, she can't 准备好了吗？想象一下你心目中最要好的那位女生同学，那我要用句子来问你咯。 Can she swim? Can she swim? 你的回答是什么呢？你说的非常棒哦。接下来的练习时间，你会看到四张图案，那四张图案上面各自有代表不同的意义哦。首先你会看到圈，代表的是这一位人物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当你看到的图案上面显示是叉，代表这个对象他并不会做这样的行为或做这样的事情。好，给你一点思考时间哦，待会我要听听你会怎么样回答这几个句子。我们先拿第一个例子为例题吧。首先第一个，你看到对象 you 动作 dance 代表符号叉叉，代表这位对象是不会做这个行为的哦，所以你应该会用 no 的回答来回答整个问句。准备好请看第一张图哦。 Can you dance? Can you dance?No, I can't. No, I can't. 至于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图就交给你，等一下一起来听你如何回答哦。我们完整来看看这四张图吧。首先第一张图，对象是 you， 动作 dance。 第二张图，对象 you， 动作Draw。 第三张图，对象 She， 动作 Sing。 第四张图，对象 He， 动作 Swim。 准备好，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复习起吧。首先第一题， Can you dance? Can you dance? No, I can't. No, I can't.第二张图，换你回答咯。 Can you draw? Can you draw? 上面打的符号是圈圈，代表你是会画图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很有自信的回答 Yes, I can. Yes, I can. 第三张图， Can she sing? Can she sing?
她会唱歌吗？上面的图案标记是圈，代表这位女孩是会唱歌的哦。所以你能够回答 Yes, she can. Yes, she can. 再来第四张图，对象换到了男生的他。Can he swing? Can he swing? 这一次标记符号变成了叉叉，代表这一位男生朋友他是不会游泳的。所以你会回答 No, he can't.No, he can't. 接下来的练习时间，要请你用这一张表格来访问你的朋友。你的名字呢，请记录在 my name 这一格。你朋友的名字，请记录在 my friend's name 这一个空格里。今天所学习到的单字 dance 跳舞 ，draw 画图 ，sing 唱歌 ，swing。游泳 ，ride bike， 骑脚踏车。请你用今天所学习到的这几个句子去访问你的朋友吧。比方说 ，Can you dance? Can you draw? Can you sing? Can you swim? Can you ride bike? 你也可以先帮你的朋友复习一下，当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会做这些事情，请回答。Yes, I can. 如果不会、不能做这些事情，请说 No, I can't. No, I can't. 这张表格就交给你完成咯。下次上课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成品如何。最后的时间呢，老师要来讲关于功课。那你回家的功课呢，有两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下载到 Live Worksheet， 这一张学习单非常有趣哦，它能够让你想象一下这些动物它们究竟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比方来说，像这里有四张图案， Can birds fly? Can birds fly? 这还是我们可以想象的范围吧，究竟鸟它会不会飞呢？如果会，如果不会，相信你各自有你的理由，就可以在底下的框框里面帮你选。如果你觉得是会，那麻烦你选 yes 开头的答句。如果你觉得不会，那就麻烦你选 no 开头的答句。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题目哦，比方说 Can pigs play the guitar? Can pigs play the guitar? 猪它究竟会不会弹吉他啊？就交给你想象一下咯。还有Can giraffes drive a car? Can giraffes drive a car? 长颈鹿会开车吗？这些问题都交给你自己去思考一下哦。那上面的回答问题，麻烦你用点选的方式。如果是会，麻烦你去选择 yes 开头的答句；如果是不会，麻烦你去选择 no 开头的答句。当你选择完毕之后呢，按下角招键。系统就会帮你自动的结算成绩哦。这个部分就交给你自行完成吧。今天最后还有两个练习单元是交给你当做回家作业的。你可以看到有单字跟句型两个方面，一样都是透过这两个连结可以直接进入。你可以学习到的有单字的总整理，还有第二个句型的总整理。今天所学习到的单字跟句型，还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希望在往后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时常运用哦。我们下一堂课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